咚咚咚咚咚！哎呦，怎么又出现在高雄啦？天哪，这个女的在报复性旅游啊！不尴尬对不对？乌撒！那暑假的尾巴，我们要把握住青春啊！我们现在又来到高雄了，对，现在左营高铁站。我这次来是。来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回到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对，我们来看831的演唱会。那话不多说，赶快过去。这次来啊，想说就做个小记录，我们看要不要去夜市玩一下。可以耶，我们上次来没有去到夜市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点是，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来吃？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。对，丹丹汉堡。我没有点到重点 ，V 哥啊，然后奶茶嘛。点的时候在旁边帮你看大家的留言。这一次我就想说啊，去个夜市，然后记录一下演那个831的演唱会，然后丹丹汉堡我会拉出来做一集。高雄我来了。啊，你要买什么甜点？对，上楼应该。好，够。以后你干嘛够？早说嘛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因为你一直往前走啊。我紧张嘛，因为你要买甜点。你还在录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。反着而已，没录啦。你在录啊？没有啊，没被发现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录啦。那个不管，有啊，有在录啊。没有啦，这是新的功能。没有录，录点过场。是从头烧长大，他喜欢吃红豆。红豆泥，他吃红豆。红豆泥，有奶油，有。叮叮便便便，我们现在到巨蛋。哇，老婆人好多、哦。要戴口罩。因为刚刚我太紧张，我没有按到这个，我没按到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这样子再重新拍，我们这样子跟他拍照，好，咔嚓，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，小念小念，九十倍，我们今天来拍恒毅吉他最终章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他们在那个小舞台做惩罚，还是特别来宾是恒毅吉他？没有，老婆，拿到票啦，要准备够够喽，里面就不能拍了，好，拜拜。演唱会结束了，现在我要带婷婷来瑞丰夜市，他就在汉神巨蛋旁边。来，过来，进来一点。好，现在演唱会结束了。演唱会结束了，好饿。我一直拍着他。对，哎，好巧哦。我拍超巧。对，互射互射。这我第一次逛，带婷婷来见见世面。我也是第一次。待会我们大家一起射，一起拍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哦、喔。一起射，所以今天是你来当道吗？不是，我们一起吗？反骨频道的众主持。对，这骨干啦、啊，骨干。骨干来了。高雄的探查之旅就由我来担。好，我们今天找吃的吧。走，好 ，Go。欢迎，欢迎，这是我们的瑞丰夜市。是。你想先吃什么？我想吃咸的。咸的，对。想吃什么？咸的，对。我想吃香肠，哎，就变成你在帮我开路了。这几啦？你要吃什么？哎呀，有点尴尬，好，还是问一下好了。哦，我随便抓一个人问。好，那你自己问我。是不是很感觉好紧张哦？好了，我随便抓一个人问。各位，每个人都只是想要单纯的逛，有点难问。可是我必须要踏出这一步，就问他好了。哎，我不勇敢。我刚刚抖了一下，我不勇敢。婷婷说她要帮我去问说你想吃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去买吗？还是问她想吃什么？我们做个参考好了。要找到一个人这样子是很难。就这个喝饮料等饮料的妹妹，你敢问吗？
我叫铁牛，可以拍吗？铁牛铁，你们可以拍吗？可以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来，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所以就想说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。龟派轻功。龟派轻功。QQ 球跟龟，QQ 球跟龟派气功，好，那我们去买。哦，这好厉害哦！我想吃，怎样子？啊，哦，可以吃吗？不好意思，哎，我是凯撒，凯撒酱，而且很烫，我现在是忍着。谢谢。对，哎，对啊，我还有，我现在有超丑，我很丑。不会，很美，很美，很可爱。我要喝哦。很可爱。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很烫，哎呦，我自己很紧张。现在是最热的、最烫的时候吃的。最烫的时候吃，好，谢谢。对，刚刚我们来听那个831演唱会，对，结束了，谢谢。差不多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QQ 球 ，QQ 球，那我先去买 QQ 球。你还偷人家一根薯条。就好了，嗯，还是两份，有一份可以回去。你等一下还要吃啊？对，好。不然你想吃，你回去再买。谢谢。我们先在旁边吃一口。好。OK， 我已经讲过婷婷不吃炸的，所以我吃一颗。哇，好割！哎，我觉得中间很空心，那个应该是他压把那个地瓜球压得很空哎。那地瓜味好重，然后不会让那代表真材实料啊。看吗？哦，它就啊、哦，它就扁掉了。它扁掉，一咬就扁掉。那你觉得如何？很好吃，来吃一颗。哎、嗯，你不吃大的，放下一个。好，龟派气功。龟派气功 ，Go。帅啊，超帅！没注意到你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认真超帅了。我们来到龟派气功了，而且刚刚的同学又跑过来了，原来他们要来吃龟派气功，所以他真的是推荐，所以他们自己也有吃。焦糖鲑鱼，香辣鲑鱼，我想点明太子，老板好帅，我等下可以买章鱼跟炸鸡排吗？谢谢。点点点头了，可以问一下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好吃吗？瑞丰夜市的舒芙蕾的甜点，舒芙蕾跟前面那个的鸡腿蛮好吃的。哦，鸡腿啊，哦好，那我等一下就买那个鸡腿，谢谢谢谢。同学刚刚跑来点的，辣的辣的明太子，明太子，然后奶油虾吧，奶油虾，还有起司。哎，你们也是鲑鱼派的。65号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海吃楼，海吃楼。好吃，赞。同学很会，很好吃，真的。这个名菜，问对了，问对了，真的要问当地人哎，我觉得直接问就是。当地人比上网查还要快。哎，我最后一个你要喂我。这个有辣。哦，有辣我可以。来，你啊。啊。我们来找喝的。哎，手冲太奶。哎，现榨的。我一杯太奶冰的。好。现榨的。他们知道这边今天831要演唱会。这应该是。很有代入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没压了，你不要把我的手。谢谢你，老板娘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被那个木瓜。哦。刚怎么了？被木瓜。啊。哈哈哈！被那海怕拉奶开。好喝。点什么？我点盐烧鸡。
酱烧鸡跟雪花猪三个。我差不多饱了。啊，你好。今天大胃王休战。先问两组高雄的朋友。对。可以请他们推荐。他们推荐的都好吃吗？我觉得非常好吃。那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思考我等一下要做什么，吃的有点饱，血糖有点高，就开始想睡了。前往胃里跑，脑袋空空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到外面买了鱼蛋，直接做结尾。好，我刚刚已经跟我发现一家那个小上海香酥鸡。然后因为老板跟老板娘他们好像是厅长人士，所以我们选择他买一包。对，很蛮够。我们再吃一包，这是为了他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啊，今天开心啦！垃圾桶在夜市外面。垃圾桶啦！哇，等一下我吃一吃我就丢掉了。好，来吃一下，我不知道哪颗原味。很烫呗。哦，所以我火锅店吃到鱼蛋差不多。那跟香港的嘞，记得香港。香港超软。我们去吃哦，还是不太一样。我要吃香港的，这蛮好吃的，就是开头进去你一串，开始你的夜市之旅。是刚刚那个。小上海咸酥鸡，他们我有看他标靶什么，他的油是不用回锅油。嗯。干净的大丁，舒服。干净。嗯。不错，这个东西其实不用加什么胡椒粉，本身就有味道。啊、哦。好吃。好吃。嗯，有骨头，可是蛮小的。要记得吐掉哦。我给过。接下来。为什么你最后决定买三个？因为想说老板那么热情，推那么大。哦，它其实鸡肉很大块，这是高雄的朋友推荐的。他说他每次来都会买这个，他买原味。欸、很舒服，它没有那种鸡的那种小臭味。对，因为烤的鸡会有那个鸡味。第二个，雪花猪，来了、哦。嗯。怎么样？它葱很新鲜。哦。猪肉没有烤得很老，调味刚刚好，有点猪肉的汁。其实它蛮多人排队的。酱烧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蛮意外的，没有很甜，因为我预设都是很甜的。对，感觉酱烧都会味道甜甜的。然后再喝一杯看一下。哦，西亚哇塞！哇，好不健康，好爽啊！今天体验不错吧？好像都我在体验哦，因为我很少逛夜市。其实，那今天我跟婷婷的高雄日游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明天有没有附近有没有丹丹汉堡？确实吧，要确实。然后八三幺演唱会很赞，旁边就是瑞丰夜市，而且瑞丰夜市很多店家都在帮他们喝。对，我觉得高雄巨蛋这个地理位置超棒，有空来逛。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想我们去玩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我们。然后我跟婷婷有时间就去喽，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